限量周边产品终于诞生了，台哥1:1.25抱枕，好恶心哦，好恶心哦，哇，这好恶心哦，这好恶心啊，我不想要哎，我也不想要，我特别，这个身体很眼熟，这是谁的身体？这个身体真的就是我，我只是因为平常都没有脱下来给你们看，还是是达哥的身体啊？我知道了，我知道怎么样证明啊，拿给我。对嘛，对嘛，对嘛，对嘛！来来，我来试一下，我来试一下，试一下，看试一下合不合理。这好像也还行。对啊，你们在干嘛？好，坐坐坐坐坐。啊，谁要这个啦？这是谁做？纳豆做的吗？走，来再看一次题目。他们现在有人在压了。哲跟台哥怎么那么鸡咬鸡咬？来，请看解答。哎呀！是 K 的。很烦呢。台哥一直在吃，他到底在吃什么？谁没有被偷了？没错，就有一个人师傅刚好在偷懒。请问谁是被害人？记题目。他在吃很烦，那媒体都在吃。你很白痴。是谁没有被掏耳朵？对，谁没有被掏耳朵？ Okay. 来，请看解答。拜托，斯玛利亚。谁没有被掏耳朵呢？哦。孟哲那边弄台哥，弄台哥，这样也太为难他们了吧？怎么按呢、啊？最好是啊。这应该有。是吗？有。太会演了啦！很白痴，给他很白痴。他都摆下，摆下，可能这个应该有。我不敢，他怎么不敢？他怎么不敢？Ha ha ha ha!